嘛。对呀、啊。你现在要去上学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要去学校了。哦，你几年级啊？我三年级啦。哦，难怪都长那么大了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也赶快去上学，不要迟到了。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哦。好好好，乖的小孩，好。嗯、好，那你先走咯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各位游戏过桥小朋友，按赞！哈哈，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吧？从影片当中啊，你可以发现到，学生早上啊要去上学的时候，遇到他的邻居的时候，跟他说什么呢？按赞。那按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按赞的意思就是早安的意思，所以说老师刚刚在跟你们说早安呐、啊。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吧。